你好，来自波兰。应该说他是中国太极拳的发烧友。当他刚刚开始接触到太极拳，就被太极拳的魅力所迷惑，他迷上了太极拳。通过了光明盘，他学习了太极拳、太极剑。现在他在场上给大家表演的是规定陈氏太极剑。刚才这位朋友还坐在裁判席上，是严格的裁判规则的执行者，但是现在他就在场上践行的裁判规则。陈氏太极剑是在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，结合了各种崩剑、刺剑、撩剑、抹剑等等剑法，结合陈氏太极拳的步伐所构成。再次把掌声。